杜初，你过去二路万岁，伫要攻打西凉，迄个时阵你甲韩氏的花对阵，四英灵出现，身为一支球，韩氏的花有法度说服，身为一义子，你两人缘分拜堂，伊误会一场，也要调查清楚。既然从伊韩氏的花受贿，这件代志四英灵了解。再次为朝廷为定，你讲，你无法度为我收账，你搁为我说你敌人，啊，那你就是为国不忠，好笑啊！明明就是母子，你今日讲傲慢，敢若是奸夫甲淫妇？好，这件代事就让你变得过，也那安尼不好嘞，我哪来不好嘞？你下山回来，应该连心好多，又好你的夫婿百岁年老，你料想袂到，开疆杀敌，杀死着你的夫婿，敢讲你为你祖母不好吗？甚至你身负重伤，伊亲身为你割草嘛。你既然阿母情分无守，伊将伊休离，害得我大动调，失了一位的英雄，你为恁父丢失不义，这皇兄唔通啊！听偏偏世事，我哪愿意用王丈夫？要求你再输，你千万不通对伊那输。皇兄啊，你莫听这个吼，到时咱听讲有诶无诶啦，论起所有诶罪过哦，我老天比啥物人较清楚。你定哩这三条罪定了真好，你搁变啊哈？每一个代志，我拢知影嘞吼。咱梅花这么啊贤惠，这么啊好女着，啊你沾沾处处，甲咱误会，给咱皇兄哈，来到这就是梅花面前告状啦。要用刚刚这死人安陪溜溜啦哈，快讲什么老天，我都误会。听千岁做证，你也讲有何变改？寡人代念，你也是为国尽忠，百行大事，我就无依你计较。如今我要攻打西凉，看了一名英雄，我爱你，马上我个汉江关，叫伊韩氏的花回转。好，皇兄，你叫我去请伊倒转来。唔对，皇兄啊，但勇士遮尔啊多，无嘛跟我有四顶山，为什么都非还来还不可？那安尼先，去无去抢本意吗？你好。一个花，高夫是在你之上，飞在你之下。你四顶山有什么路用？你家己去判定啦。若果韩氏的花出面，甲你破敌相救，你即马阁有性命存在，寡人爱你去请伊，你着听我的旨意去甲伊请回来。皇兄，我当当大将好人出汗，叫我都爱请回来，我倒回来。
我面子好在，羞羞不羞命。哦，所以是你的面子重要，寡人的江山你就放在一边。遐若为国不忠，我若要甲你抬伊加包，遐若咧啥物人要对我尊敬来哟？你若唔肯叫伊寒心的花，我当拍八十大板。不讲不讲，他拄仔我来讲好啊，你无听呢？敢无？有啦，听到吗？我都无听到。你老人啊，胸腔重啊，都听无到。有啦有啦，伊有讲好啦。你哟，你外久啊，你啊都听到。你那听无到，我连糊涂我都无听到。凤兄，我可能音量较细声啦。既然凤兄你性子既出，啊，如果到这出我去到遐，伊若是佫对我袂当原谅，也唔跟我倒转来，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啥物要安怎？提出你的诚意哦。皇兄，伊咧讲诶，圣旨回去开拓，连我若看到圣旨，就知影讲皇兄你有出旨回去诶。哦，听千岁，讲得是，好，要哪里准备，替我开圣旨来。我这位人，互你害到，就要倒过啊啦。四零三，圣旨在此，提到韩江关去开拓，两边。哎，邀请韩氏的火会鸟，鸟是嘿啊！去到韩江关来回，都爱足久的时间呢。哼，大哥笑，我毛哥一等。